好，现在这场比赛由 Russ 对上王一修哦。那一修早上已经有打了一场了、哦，然后 Russ 这是他今天比赛的唯一的一场。那 Russ 是 The Hammers 这一队哦的当初选人的队长。那他们今天有另外一个队员没有办法来，所以是由 Tina 代替哦。然后一休他其实本来也不是文浩队的队员，不过他这礼拜也是代替那个文浩队有打一场。绿色衣服就是我们王一休选手哦，然后红色衣服是我们的那个老外好朋友 Russ 哦，他已经来台湾超过七年了。好，两位选手都是 A 组的选手，然后他们其实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 ，Russ 在周二团台大这边也算是跟一休蛮熟悉的、哦。那一休其实进步很多、哦。不过这场比赛，我个人还是看好 Russ 应该会以3-0的姿态胜出哦，因为台大算是他比较熟悉的场地，然后整体两个人的实力应该还有一点点落差。哇，一休这边又是一个失误哦。现在开局已经来到4-1的情况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 Russ 移动上面非常轻松哦，就是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对手的球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中哦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够宽哦！哇 ，Russ 这个球砍得很低啊。现在比数来到5-1哦。哇，这个失误稍微放了再低了一点哦。好 ，Russ 这边做了一个直线哦。哇、哦，这个有一个类似 taxi 的一个斜线的小球，哇 ，Russ 这边想回一个没进啊，那个俏皮的吐了一下舌头哦。哇，这个 boss 也没扫进，现在比数稍微一休追进哦，来到4-5。哦，两个人在前场这边都放了很多个失误哦。哇，这个 boss 打得很漂亮哦！现在看起来 Russ 可能太放松了一点，比数现在被超反超前了、哦。哇，这个球发出界了！哇，这球打了一个 Nick。其实今天一整天早上的赛事下来，已经有不少这种 Nick 哦。哦，一休这个球打得还不错，有把对手整个转开了、哦。哇哇，这个 boss 很神哦，直接在那个 team 前面落下来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一休这个截击抓的还不错、哦，因为一旦那个球穿过去之后，就会很难处理了。我 Russ 这边俏皮的放了一个 trickle shot， 哇，这个正手杀的很漂亮哦。一休基本上被卡住位置之后，完全绕不过去，就直接放弃了。现在比数来到9-6啊。哇 ，Russ 这个 boss 失误了、哦。哦，这个球又是一个很神的前场的掉下来根本没机会的球、哦。
我 Rush 这个直线砍得非常的低啊。摸摸教练毕业该钱了，花的。好，第一局出乎意料两个人，现在比数蛮接近的，不过 Rush 仍然是掌握了一个 gamble。哇，这个球直接砍死了。好，第二局，现在保有1-0领先的 Rush 要来开始第二局的发球了。哇，这个小球放得很隐秘哦，对手基本上迟疑了0.5秒才出发。哇 ，Plus 这个反手的盖火锅式的那个扣杀哦，把位置巧妙的卡住了。哇，现在一休逃不出 Rush 的那个直线啊。哇，这个小球放得很漂亮哦，前置的动作基本上完全读不出他要放小球哦。哦，这球有进。哇，一休这个球砍得太过攻击性了，所以导致一个失误哦。哇 ，Rush 这个球放得太轻松惬意了，现在比数来到5-1啊。哇，这个小球放的有非常的贴啊！现在两个人都在那个侧墙这边贴来贴去的。哇 ，Rush 现在没有在怕那个贴度问题哦，一休得要想办法逃离那个反手拍这边的压制啊！哇，这个球还是最后还是逃不出来。哦，现在第二局比数很快的来到6-1哦。哇，一休这个球位置被卡住之后放掉了哦。哇，现在一休这个第二局看起来是已经有点半放弃的状态哦，所以刚刚那个球其实还可以跑的，他也没跑。哇，9-1。现在第二局没有什么悬念 ，Rush 应该会轻松拿下来了。哇，这球是一个 backward 的后墙逆克。好，现在一休稍微有抓了一些球回来了。那这边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些建议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在打球的话，其实对于这种一定会输掉的局啊，你可以试着去把自己的球杆找回来哦。那现在一休大概也只能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，在第二局这个基本上是拉不回来的情况下。好，现在4-10，第二局。Rush 还是应该轻易的拿下是没有问题的、哦。哇、哦，这个 Boss 打得很有水准哦。哇，这个 Nick 砍下去，第二局由 Rush 获胜哦。
那个钱让他们去，一年多少？200万。好，现在第三局由 Russ 这边开局哦。那前两局都是非常轻松的获胜呢。那现在看起来，一休在对上比较 A 中上以上的选手，可能需要一些更好的策略，还有一些提高他的球质哦。因为他现在打 B 组跟 A 刚升上来的选手，很显然他是有机会赢，而且甚至是说他还有压制哦。像上礼拜他有打赢加州啊，但是打到比较球风不一样的选手，像 Russ 啊，或是早上他打了像我像跟我打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还需要更多的策略跟球种来应付。哦，哇 ，Russ 这个球很 tricky 啊，就骗了对手一下，对。哦，这个 boss 被读到了，不过 Russ 其实没有打好。哇，不过这个 lob 就哇，这个一个连续的 cross court 攻击很漂亮哦。好，现在第二局来到1-4哦。哇 ，Russ 这边又一个灌篮啊。哇，一休这边这一球又被压制到后面了、哦。哇，这个 hold ball 打得很漂亮哦，啊 ，Russ hold 到那边了，对。哇，这个球其实一休砍得不好哦，他直接砍在对手的身旁哦，不过 Russ 也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打了一个失误。哦，这个 low kill 很神哦，完全没有办法救的球哦。哇 ，Russ 这边一阵乱流哦，连续的失误。加州呢？哇，一休这边这个失误不应该啊。哇 ，Russ 这个很少啊，这个是他的招牌啊，就是看起来腰好像弯不下去了，突然间又可以多延展一下，把球砍出去。哇、哦，这个 skill 很漂亮啊。哇 ，Russ 这边又砍了一个那个 volley drop 啊。哦，这个球，哇 ，Russ 这个球砍的有点像要打左边哦，但是砍右边哦。哇，一休这个球。还是拉不回来哦，现在来到10-6 match ball 了。Russ 究竟有没有办法轻松的拿下最后一分呢？还是一休能够力挽狂澜？哇，这个球一休还是逃不出 Russ 的手掌心哦。现在这个跟 Russ 打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很变态的反手拍哦，常常把对手压制的不要不要的。好，现在一休要再尝试逃离这个反拍的魔掌哦。可以看那个 Russ 的脚步有点嬉皮啊，对，我这个变线，哇，比赛结束，最后由 Russ 获胜。好球。